也平安。平安。人生的幸福，常常就是爱跟你身边的人有真亲密的关系。人生的幸福，就是要跟你身边的人有亲密的关系。不亲密，你的人生是孤单的。没有亲密，你的人生就孤单。所以，这个跟你身边的人的关系，安怎样？我想咱来把握。这个时候跟你身边的人如何，你要好好的打破。那咱跟你的身边的人讲，这个世界有你真好，好吗？我跟身边人说，这个世界有你真好。好前好边。跟你前面、后面、左右。好前好边。哎，彼此祝福。啊，这个世界有你真好。这个世界有你真好。这个社会有你真好。社会有你真好，这个家庭有你真好，这个家庭有你真好。因为咱若无互相有一款的感念，如果没有这样的想念，咱的感觉，咱搁较多辛苦，无人知。我们再怎么辛苦都没有人知道。会知记我用一个题目。早上我用一个题目。什么叫做感恩？什么叫做感恩？感恩是打击，打击，我不是一个上水的选择。感恩就是我每天选择那个最好的选择。是不是我们今天已经做一个好的选择？是不是我们今天做一个最好的选择呢？咱三个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到这里坐在这。上帝，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选择进入到上帝的家，让我们选择来到永福教会，然后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献上一点时间，我们要跟上帝的子民一起倾慕，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思想到底我们的人生领受了多少，成长的过程一直都是领受的，但是我们的一生假如都是只有领受，但是你要修补付出，只有领受没有付出的人生是不成熟的。感恩节不只是美国西方人，希望感恩节是在圣经里面，在东方我们也在挖掘东方的文化跟价值。感恩应该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这是一个神圣欢喜的时刻，愿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早起我用这段圣经是耶稣跟马太、玛利亚的故事。早上我用这段圣经是耶稣跟玛利亚的故事。耶稣对玛利亚讲，耶稣对马太讲，玛利亚已经选到迄个上好的婚嫁，是无人会当抢的。耶稣跟玛利亚说，他是选择那最好的福分，没有人能够夺取。这个叫三个角色。这里有三个角色。耶稣在那里讲话，玛利亚搁在那里听。耶稣在讲话的时候，玛利亚屈膝在那个地方听他讲。但是玛利亚的姐姐站在边啊。这是玛利亚姐姐站在旁边。那感觉心情不是真爽快。好像心情不太好。耶稣进入这个家。耶稣进入到这个家。有人真天真，有人很恭敬。有人那感觉心情是真袂佳。有人心情非常不好。所以今仔日你进入这个所在。大家进入到这个店里面来，你这句话心情怎样？你现在心情如何呢？很安宁享受。很安宁享受吗？真感恩欢喜。很感恩欢喜吗？快乐吗？还是我的心内另外一份的哀愁不安？还是心里有很多的忧愁跟不安呢？咱到底过来这段圣经，咱到底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经。路加十章38到39节，我们一起来对来。耶稣和门徒继续他们的旅程，来到一个村庄，那里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女人，接待耶稣到她家里。马大有一个妹妹叫玛利亚，玛利亚来坐在主的脚前，去听他讲道。OK， 耶稣跟门徒继续他们的旅程。耶稣跟那门徒一起旅程。结果有一个人名马大接耶稣入去伊厝。这有说到一个人马大接待耶稣到他的家里去。来，但是伊的妹妹入去到厝了，妹妹坐咱厝内伫咧听耶稣
分享上帝的福音。但是妹妹呢，就坐在家里面，就听耶稣的福音。请你安尼注意看，玛利亚甲耶稣较亲近，还是马太甲耶稣较亲近？请问一下，玛利亚跟耶稣比较亲近，还是马大跟耶稣比较亲近？来，恁的看法。来，大家的看法如何呢？你哪里看？下午跟耶稣较熟。谁跟耶稣比较熟呢？玛利亚。乱讲。下午去请耶稣进来。谁去请耶稣进来？注意哦，咱来看这段圣经，咱有当时啊，咱都无注意读。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注意读的话，就会读错。对头到尾，跟耶稣上亲的是马太。从头到尾，跟耶稣最亲的人其实是马大。所以是马太去请耶稣进耶稣，是进马太的主。所以是耶稣呢，叫邀请，好吧？马大邀请耶稣进入到耶稣马大的家。这两个姊妹啊，到底大？这两个姐妹是一起住的。但是这个家庭，你等下你会当看，这个家庭是马太最主体的家庭。你会发现，这个家庭真正的主是谁？马大。OK， 那个继续。我们再继续看。那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可是马大因为要做的事情多，心里忙乱，就上前说：“主啊，我妹妹让我一个人做这许多事，你不介意吗？请叫她来帮帮我吧。”主回答：“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操心忙乱，但是只有一件是不可缺少的。”玛利亚已经选择那最好的，没有人拿她从早中夺走。OK， 所以你会当看到这个姊妹啊，跟耶稣进入因的厝内，因的角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对姐妹，她们进入到这个家里面，她们的角色是如何？马太就会。马太好。因为这个人客主要是马太的人客。因为这个客人其实是马大的客人，你去跟耶稣，他去邀耶稣，耶稣答应要来了，耶稣答应说要来了，你去买真多东西，他去买好多东西，所以他在那无闲，耶稣答应要给他请，不是只耶稣一个，还有十二个学生，他在忙着要给耶稣吃，然后呢，也不是只有他一个，还有十二个学生，然后耶稣身边又对耶稣的妈妈，又对其他的几个人的玛利亚。哇！耶稣的身边不是只有这样，还有玛利亚，还有他妈妈，还有一大堆的人一起进来。所以这是一个大庞的人家进的耶稣，下面多人。所以是一堆人到他家里来，所以是谁在忙呢？马大的多人。马大在忙。玛利亚呢？玛利亚呢？伊是一个副手，厝内较恬静的一个人。他是家里的副手，比较安静的那个人。哎，但是跟耶稣。开始跟民众在做活动，注意玛利亚这个时阵，伊也让耶稣欢喜。但是呢，很奇妙的是，耶稣呢在跟玛利亚互动，是玛利亚让耶稣高兴。这个玛利亚，咱好好来认识这个玛利亚。我们好好认识这位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款的人？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部在度假的场景是耶稣在的俄罗玛利亚。刚才的场景是耶稣在赞美玛利亚，但是这段圣经你开始要对玛利亚有一寡认识。但是在这段圣经，大家要对玛利亚很多人。咱到底拍谁了，好不好？好。约翰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呗，来。有一个叛变的人，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玛利亚和他的姐姐马大也住在这个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位曾用香油膏抹主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的。患病的拉撒路就是他的弟弟。OK。所以，请你开始咧想，你咧当初用目屎甲耶稣洗脚，用伊的头毛去擦耶稣，迄个玛利亚。所以我们开始在想，那个在耶稣脚前。用头发去洗耶稣的脚，这个玛利亚。请问伊是好人啊，歹人？请问他是好人是坏人？伊是好人啊，歹人？好人坏人？他是一个坏女人。他是一个坏女人。
她是一个靠着女人的肉体过生活的女人。她是靠着女人肉体在过生活的女人。她是一个妓女。她是一个妓女。因为你会当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呢？算真入戏诶，真入戏。有一摆有人请耶稣去食饭。有一次，请耶稣去吃饭。村里的头人请耶稣去食饭。村庄里的人请耶稣去吃饭。一定无把我诶话拢讲出来。对不起啊。啊。耶稣到家里安尼坐，刚刚伫咧食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妇人走进来。耶稣在跟他们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孩子跑进来。然后把耶稣身躯倒香水。然后把耶稣头发倒香水。然后过伊个头干嘛去？用他的头发在擦他。那个主人干嘛大生气？那个主人非常的生气。这是什么人？这什么款的场面？你竟然来做这款的代志？这是什么场面？对啦，耶稣啊，你唔捌这个人吗？难道耶稣你不认识这个人吗？这是阮庄内大个人拢真出名的迄个妓女，你敢知？伊是歹个妇人，老你点了伊个洗头。这是我们村里面最坏的一个女人，她竟然是妓女，你竟然跟她洗头洗衣。哎，对，这个是玛利亚。这个就是玛利亚。咱过去当咱来讲到这个时，咱来把玛利亚真神圣化。很多时候我们把玛利亚神圣化。然后讲到马太的时，咱直直把马太丑化。很多时候我们把马大都丑化。你会当看到耶稣、马太和玛利亚。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马大跟玛利亚的关系。即久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段期耶稣都不够得回来了。这趟去他就不再回来了。如果你记得这样的要命的时间点，就在这么重要的时间点，玛利亚抓到这个，伊安静听耶稣讲话。玛利亚抓到这个时刻，他跟耶稣讲话。耶稣都要去耶路撒冷定十字架了。耶稣就要到耶路撒冷去定十字架。马太在咧无用，要好好耶稣好好食一顿。马大在忙着要给耶稣好好的享受这一餐。玛利亚在享受巴丘的好好听耶稣讲道理。玛利亚却好好的去沉淀，然后享受耶稣的时刻。你若知影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耶稣这股心来爱吃好好的一顿，还是爱讲上帝的福音给人听？你觉得耶稣呢？到底是喜欢好好的吃一餐呢，还是要听就玛利亚好好听的耶稣讲？因为你若是耶稣，你也爱这句爱好好啊吃一顿，还是爱讲话给人听？如果你是耶稣，你喜欢好好吃一餐，还是讲话给别人听？人生的使命不在于吃饭。人生的使命不在吃饭。上帝罗卜，人生的使命就是要将福音传落来。人生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别人。但是这有一个好朋友，伊伫咧无闲宽待所有一切，真无闲。但是有个好朋友，他就很忙，一直在忙着很多事。我有一个好朋友，牧师伫西雅图伫咧做牧师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在西雅图当牧师。叫做真无闲，谢茂荣。他名字叫谢茂荣，很真无闲。他用对，用对乌克兰，遐赛车来到温哥华伫咧看中医。他常常从乌克兰开车，然后到这边来看中医。啊，这个谢茂荣牧师多谢欢他谢茂荣，今麦死啊！这个谢茂荣他应该很忙，所以他死了。这个家这边讲，耶稣开始伫这里讲一下，伊的好朋友马太为着伊伫咧好好啊传一顿饭，伊拢知。耶稣知道马大为了他好好在准备一餐，他都懂。但是伊即句诶要紧是，伊要离开，伊要来讲上帝国诶道理，互一个较无要听诶人。可是他现在更重要是看到一个玛利亚，他愿意听他讲话的。而
在这世间我看足侪咧。在这世界上，我看到很多人例子。一个真正过去失败、过去犯错的人，当伊悔改了后，伊的心真确无。一个过去犯错失败的人，他现在心非常非常可恶。伊咧抓着任何机会，要跟听一挂上帝救恩的代志。他现在要抓到那个好的机会，能够听到上帝福音的救恩的机会。伊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已经改变了，换新了。他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改变换新了。耶稣不对伊接过。耶稣从那里经过。抓着机会，伊要跟听，要跟接触耶稣的心意。他要抓住机会，能够了解耶稣的心意。伊要跟耶稣更加亲密的。他要跟耶稣有更亲密的关系。但是迄个真好真好的马代。那是那个很棒很棒的马代。因为关系真好。因为平常太好。所以无迄个生命换新的经验，所以他没有生命改变的。所以即句伊咧无用的是，我的朋友伫遮过，然后我要紧为着伊准备一个好食物。所以好朋友从这边过，他要好好的准备这一餐，想来让耶稣享受。耶稣伫即个遮，伊马代若拢无出声，耶稣嘛无对伊讲的。如果耶稣都不出声，马大爷不会怎么？马大都不出声，然后耶稣，好，你们都知道呀。今麦问题是马大出声，你讲什么话？埋怨的话。马大出声到底说什么话？都是说埋怨的话。你讲什么？他说什么呢？主啊。我的妹妹，我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你不见怪吗？主啊，我妹妹让我一个人做这么多的事情，你不介意吗？请你叫她来帮我帮忙。请她叫她来帮我好不好？啊，你意思请问马大跟玛利亚的互相的关系安怎？请问马大跟玛利亚关系好吗？因两个姊妹啊，那是关系较好。他们两个关系真好，直接会叫。他们两个如果关系好的话，他们应该直接就叫他。就是因为无时叫无声来行，因为平常不太能够叫得动，所以叫伊的好朋友耶稣来叫，敢不是？所以叫好朋友耶稣来叫他。祷告耶稣听，敢不是？抱怨耶稣听。无耶稣知影，讲耶稣伫厝内就是安尼，敢不是？让耶稣知道说他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厝内拢是我在做，你敢看伊这个人？家里都是我在做，你看这个人。马太的一个动作，其实伊有真多额外之音伫咧传递。马太有个动作哈，还额外的是声音在传递。对，即马问题，耶稣伫遮无徛伫马太这边。耶稣伊即句你会知影讲，伊真正伫咧传福音的人，伊伫咧要把福音传出去，把救恩传出去。耶稣呢没有站在马太这一边，他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要把那个救恩能够传出去。所以对马太伊个好朋友讲，马太，你为着做这事操心。所以就跟马大说：“马大，你为了好多事情在操心。”但是只有一项事是袂当欠亏。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够缺少。玛利亚已经选择了。玛利亚她选择那个。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个上好的。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个最好的。伊是已经选择那个天顶上好的上帝救恩啦。他已经选择天上最好的救恩。无人会当抢去。没有人能够夺去。刘英，今天感恩节。在你的一生的中间，你也在做选择。今天是感恩节，即使在人生中，你也在做选择。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我每一天都在做选择。不忙，你我的选择到最后，耶稣满意。希望我们的选择都让耶稣高兴。我们来看玛利亚。我们来看玛利亚。刚才还有两段圣经，让我们又倒回来在玛利亚家。我们来看那刚刚两段圣经，我们再回到玛利亚身上。这个耶稣是玛利亚主动邀请。这个耶马大邀请，好不好？这个耶稣是马大邀请，所以马大已经热情，马大非常的热情，马大真主动，马大很主动，马大个性真开放，马大个性非常开放。你若看迄、那个拉萨路死的时，拉萨路死的时候，然后是马大出来外口，他们咧招众耶稣，是马大在忙碌。因为耶稣真正死家后来是马大走出去迎接耶稣。当拉萨路死的时候，是马大去邀请耶稣。四天了后。四天之后。是伊过去
像耶稣，是他去接待耶稣。所以你会当看到这个马大姐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马大姐，伊的热情，伊伫家庭的角色。他在他的热情跟他在家庭的角色。然后对照我讲，这些餐点拢伊去买。这些餐点都是他预备的。然后伊当初来就会有滴人比方了。他在家里预备那些忙碌。所以伊是一个十足的好人。所以他是一个十足的好人。伊是一个十足的真热情的人。他是一个十足很热情的人。等伊的姊妹伫外口伫咧做歹代志的时，当他的妹妹在外面做坏事的时候，伊甲这个家听咧，他把这个家，撑住了，支持住了。等伊的小弟伫咧破病的时，当他弟弟拉撒路在生病的时候，等伊小弟后来死去的时，当他弟弟死了之后，这个马大对头到尾伊的角色是真要紧的角色。马大的角色非常重要，他都在忙碌。因为即摆咱的看讲，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唔知偌济人，伊的角色足重要，真正拢足重要。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做当中，其实你就是那个角色很忙碌的人。忙碌实在是真好。忙碌本来是很好。因为真侪你的个性，你的这所做，满足真侪人不同时的欠缺。因为你的需要纷纷被满足到别人的，你的忙碌常常满足到很多人的需要。但是有真侪时阵，有一挂时阵，咱需要安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安静。这个安静在主的面前，不知你失落无？我们有没有办法？我们有失落在神面前安静？人生为咱弟弟拢无用。人生很多时候一直在忙。人生为咱弟弟在操烦。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担忧。那拢是真肤浅的代志。那都是很肤浅的事。真侪时阵，真正深度性的深，深度是安静。很多时候，生命的深度是安静。真侪时阵，生命的丰富是伫甲上帝的关系。我们生命的丰富是跟神在一起。玛利亚，伊去了。玛利亚，她选择。马太实在是帮是真好，但是伫遮伊欠缺了。马太本来是很好的，可是在这一点上，他欠缺。我想今仔日伫这个家，咱来讲感恩节。我想今天主要就是感恩节。咱通过耶稣的对马太提醒，咱嘛需要做一挂调整。我们通过耶稣对玛利亚提醒，我们也需要调整。咱需要加一挂安静的主面前的时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更多安静的时间。嘛，为着安尼，咱即摆礼拜日有请办公室的人工9:50了后，办公室关起来，因拢爱做礼拜。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把办公室9:50就请他们安静。因为因若不继续在办公室，如果他们一直继续在办公室，有人来到家讲礼拜日来做礼拜，有人到礼拜天来做礼拜，但是拢伫下骹乱乱说，但是都在下面乱跑。啊，然后走落去办公室，连伊爱办公室的人做一项，连伊爱办公室的人做一项。啊，常常要办公室做很多事。无，咱该礼拜的时间，大家人关起来，所有的人拢爱搁做其他的代志。来到主的面前，有一段安静。所以，我们不要再忙碌了，我们就是单单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来到神面前，好好安静。真侪时阵心若乱，很多时候我们心若乱，然后开始 complain， 我们就开始抱怨，然后心乱 complain， 那真侪人生的问题就开始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忙乱了，然后开始抱怨，很多事情就这样出来了。真侪时阵不安全无用，咱若常常要有感恩，搁安静。然后你安全保佑，你的心情欢喜。很多时候我们再怎么忙，只要我好安静，我们就好好的可以欢喜高兴。但是不管安怎，需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而且咱需要选择。在这里，我们要一个好好的选择。咱的人生，每天咱拢在做选择。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时间，我们都在做选择。咱的人生，这股性命，这股安怎，其实是咱几啊十年来不断选择的结果。我们的人生今天如何，都是你过去到现在选择的结果。会记得耶稣已经进入你的家，那个耶稣已经进入马大、玛利亚的家。要记得，耶稣已经进入到你的家，就像马大、玛利亚进入耶稣进入到他们家一样。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子。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孩子。上帝已经在你的心内。上帝在你心里。耶稣基督已经做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不知道你有安静在你的面前吗？不知道你有没有安静在什么面前？还是还阁在继续接着妈妈弟弟的操劳，弟弟的操劳？还是一直在担忧操劳？
你早起的信息是说安静吧，享受主给你的恩典。今天早上信息就是安静吧，享受在神给你的恩典。玛利亚，玛利亚其实在很多事情里面，她是软弱这样软弱。玛利亚在很多的事情上其实是很软弱。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她选择那个最好的，她选择那个最好的，就是安静跟主三个亲密，就是安静与神亲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活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他是路通过他，选择通过他，这个是道路，通过他来选择。然后到最后你会得到这个是丰盛的活命，到最后你会得到丰盛的生命。然后我们恳求上帝赐福在我们的人生，我们恳求上帝赐福给我们的人生。我们讲到一个蒙恩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来学玛利亚，在这个时间中把耶稣牵着了。我们来学玛利亚，把耶稣好好的抓牢。抓到耶稣，抓到新生命的盼望。抓到耶稣，就是抓到新的生命的盼望。今天你坐在这里，盼望你有这个机会。今天你坐在这里，希望你有这个机会。重新做一个选择。重新做一个选择。玛利亚已经选择了最好的，是无人会当抢去。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个最好，没有人能够夺去。这个第二个选择就是智慧。对的选择就是智慧。这个是我想咱来看一段另外一个咱来看一段咱来教会最近所发生的好消息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教会的一些好消息。我们换另外一个图片。在我们教会今年开始第一在个推动社区传福音。我们今年一直都在就是要全新来传福音社区。我们希望社区很多人通过教会所提供的活动，因有机会得到生命的丰富。我们希望透过社区的传福音的工作，然后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得到丰盛。OK， 那来看。这我那个答案来给你们，好吧？这里有很多人，然后我们看到一些认识跟不认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在从事幸福小组的工作。OK， 我就可以让平台。这大礼拜拢有一挂真水、很温馨、很温馨的小组。我们每个星期五。都是在阮老师家有个很温馨的小组，这个叫幸福小组，都是在关心慕道友。我调整过，我把这个地方给你上后边啊，不过不要紧啊。OK， 这个是猫头鹰生日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为他庆生。用这款呢，来带动一个强烈孤单思念，即马变作足点哦，足快乐。一个很枯萎的生命，然后这时候变得非常的欢喜、快乐、高兴。这是郭翠儿姐妹。这翠毛姐，一个退休的长辈。一个退休的长辈。原本安尼真不安、惊吓，即卖已经逐日、逐日，你看到伊就是面带笑容，不逐日进来来教。过去都是忧愁的脸，很恐
帮助，不然睡不好。但是呢，现在呢，每天来这边就是开心的欢笑。你是一个幸福的女子。她是幸福的女子。OK， 你有看到这个什么人吗？你看到这是谁吗？李老师哈。李老师。哇，伊呐，伊即马唔啊，干呐伊来，伊太太来，伊个囝子常常陪因周间来伫教会，伫遮咧做遮。他们常常全家都是一起到这边来，一起来活动。OK， 咱靠近了嘛？听了嘛？有人讲，我即个我已经遮尔老啊，我会当创啥？无影，93岁还不真会当创啥？93岁的阿嬷其实都一直在做传福音，你看他的关心别人。伊安尼，伊一个人诶好诶态度，他一个人好的态度，会当影响其他真侪人，可以影响到很多生命改变的。这个是荣英，这是荣英，通过阿嬷安尼甲陪伴，这个荣英是感谢甲无讲。通过这个阿嬷的陪伴，那么荣英非常非常，荣英是头脑，就是他有车祸。所以他是没有办法。你是一个受伤、行不出去的人。是一个受伤、走不出去、讲话表达都。行不出去的人，今晚通过今晚延后教会，延后教会改变我。他因为走到这个教会来，所以他觉得永福教会改变他，他现在每天都很有效果。OK， 弟弟跟阿妈说一下，弟弟跟阿妈说一下。一直跟阿妈感谢，感谢他对他做很好的见证。咱搁看到加一个。美笑姐，人帅又爱笑。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美笑姐，她人很漂亮又爱笑。原本的伊不是安尼。原本的她不是这样。伊唔啦，生活改变。她不只是生活改变。会变作真有乐趣甲精神。变成很有乐趣跟精神。伊即马佫直发展另外一种嘅艺术家嘅精神。她现在发展另外一个艺术家的精神。你们相信吗？你相信吗？这是伊最近画。他是在他最近画的图。伊个唔是基督徒，但是拢伫咧，伊拢伫咧画耶稣。但是他都在画耶稣。食较老啊，食较几岁才开始学？李姐姐。你几岁的时候开始学？72。72岁的时候开始。70岁才开始染笔。72岁的时候开始拿笔。你看。你看。OK 哦。伫过身了后，今日看伊遐尼孤单，日子袂晓过，啊，才鼓励伊开始行出，无师自通，感恩话。他真的是非常大的感恩。为耶稣，你看，把彼得的罪救起来。他换耶稣把彼得救起来。为耶稣到处伫咧传福音。愿换耶稣到处在传福音。你知影讲一个人开始食到老啊，开始伫咧为耶稣是啥？伊即句的心内拢充满耶稣。他年纪这么大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的都是耶稣在他生命里面，所以他画的东西都是耶稣。生命已经被信仰给充满。生命已经被耶稣的爱充满了。所以即句的真相。所以他现在人还有水无？你看，有没有很美？这样水，而且很细致，对不对？真系咱皮卡索的，像皮卡索。在21世纪的皮卡索，像21世纪的皮卡索。70几岁的人才开始染笔。70几岁的人开始拿笔，成为艺术家。哎，哎，你看，是吗？有没有漂亮？有哎，真的很美哈。来，你看，哇，那个笔很细致，有没有看到？圆珠笔，用圆珠笔画的哦。那个鸟的目神哈。对，猫的眼神。连那个鸟的目神都画出来。对，连那个眼神都画得很美，很传神。OK， 另外一个艺术家出来了。哦，请讲讲。你这里吼，你讲是猫头鹰。他叫李碧红。伊咧叫做猫头鹰是足爱猫头鹰的啦，啊，规个厝内拢是猫头鹰啊。他整个家所有装饰、衣服全部都是猫头鹰，来，请猫头鹰起立一下吧，来，请起立，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是猫头鹰啊。对啊，好，你讲。他是李碧红。这拢伊的作品。用厝内水果皮啦，用厝内所有这些物件，伊弄嘞。你看他很创意。伊刚才用这个钳啊，用这个钳啊。这是橡皮筋。橡皮筋，左边那是橡皮筋。另外一个是那个戒指的那个。Okay. 扣子。那
迄个米小姐，米小姐，咱来看这个艺术家。米小姐，请你起来讲几句话，好不好？来，来，来，米小姐，看着头啊，来。来来来来来。他感动哦，他说他很紧张。来，伊对七十多岁开始养病。然后一句点的努力克服以生命中的他生命中的越恐惧的地方，他也要去挑战自己。他最怕的就是在人的面前说话，他人生最怕的，我最怕在人的面前说话让人怕。然后他说，牧师哪有机会今天我就说话，因为我要突破自己。这样有几代了，我们要看中路啊，中路然后啊，这牧长老师，我要感谢牧长老师。啊，这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你刚才给讲出来了。我会来永永福教会哦，教会哦是先生往生了后哈，啊我家己暂时无聊哈，啊看啊无咧看电视，啊无咧看电视，啊无无咧看电视啊，就有一天阮娘哈，讲叫我书画用报纸书画哈，啊后来再用这个。广告主来书画，先生不是说自己无聊，书画改善水，鼓励我读书画。啊你哦，吼，大家拢真孝顺，今我当找吼，会客户讲会书呆子安尼吼，变成痴呆了，叫着行出来。啊，有一天吼，有一天那阮中路老师啊，有一天那个徐老师，徐先生。跟教会的徐先生，俺小辈去阮家吼，讲有车通阮载，因为我家还蛮，只有我愿意，车子可以来。因为我家还蛮，我不要骑多吧。没有，我不会骑。徐先生吼，骑，然后就比较来载，然后再出来，教会徐先生，教会啊，愿意开福音车来接我。哎，啊，我来，因为我教会时，我就无真侪物件安尼。感谢你来这里学很多东西。真感谢，我出来的时候，拢唔捌的吼，唔捌的这同学的吼，啊，这王牧师和洪牧师，我坐伫同个后边啊。啊，洪牧师和王牧师来了。那时候洪牧师还在这里，洪牧师。问我讲看会习惯未？看我来上课会习惯未？一直我讲会，我讲会习惯安尼啊。洪牧师要你离开的时候，我足唔甘的。啊，洪牧师离开的时候，不忍心。啊，即马就拢，甲这同学大拢，这同学大拢到底拢真好，这兄弟姊妹大拢真照顾安尼。现在在教会。啊，真感谢有这个天父教会吼，然后互我来这上课，啊，搁拜师来学东学西安尼。真感谢，真感恩。很高兴可以比较习东习西，然后我。啊，真感谢大家安尼。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73。哎，安妮啊，我。他是真的还是假的？72岁开始学画。开始自画，今年73岁，只有一年的时间。安娘，我哇，OK， 生命需要改变，生命需要改变。人生啊，不管的。
勇进。人生要不断的长进。耶稣讲，我要给你的丰富的生命。耶稣说，我要给你们丰盛之恩。我想咱中间真侪人入来教会了，入来永福教会，你的生命拢改变。我相信很多人到这永福教会来，我们的生命开始慢慢在改变。咱相信耶稣是改变人生命、丰富人生命的主。我相信耶稣是改变人生命、让人家有丰盛生命的主。所以，请咱继续对永福教会祈祷。所以我们请我们大家继续为永福教会来祷告。请你继续真做永福教会有力的支持者的一个。请你成为永福教会有力的支持者。我要跟你讲，拜一到拜六，伫这个教会真多社区的人已经拢伫遮，你唔通当处理讲你无代志做。现在星期一到星期六，很多社区的人都到我们永福教会来，所以不要说你都没有事情做。你也开始出来陪伴团队。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出来，多出来陪他们。敢那提好人一杯茶，敢那甲人搭咧搭咧，我跟你讲，真侪人都无被爱啦，无被关心。一杯温暖的水，然后拍一下肩膀，他就感受到被爱。永福教会需要你的代表。永福教会需要你的代表。我想咱你我咱的性命，咱伫这个家有得着丰。如果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丰盛，今天是感恩节。今天是感恩节。咱到底跟上帝拍一个广告片吗？我的人生也够有一寡不足的所在。在我人生很多不足的地方。只要我信靠你。只要我信靠。只要我学习玛利亚的你啊，信条条。只要我学习玛利亚，能够抓住你。我的信念也会变得更加水，更加丰富。我的生命会变得更丰盛、更美丽。那三个彼得，一起来祷告。请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我们万千家听你。我们真的爱你。因为百姓领受你的疼，因为要领受神你的爱，你的疼是遐尼丰盛，你的爱是如此的丰盛，你的疼是遐尼奇妙，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你的圣神伫我中间伫咧做工，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我有真侪人的性命伫遮伫改变，我们有很多人的生命在这里改变，有贴心的所在，有爱心的地方，伫遐就温暖，在有爱心的地方就有温暖。有贴心的所在，有爱心的地方，生命就充满希望，生命就充满希望。有贴心的所在，有爱心的地方，有上帝的同在，就有上帝的同在。因为上帝就是天，因为上帝就是爱。永福教会是一个充满天的所在，永福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因为我的心充满温暖跟感恩，因为我的心充满温暖跟感恩。祝福现在每一位，祝福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当我走进来到你教会，当我们走到教会的时候，过出去的时，在我们再出去的时候，我的心拢互上帝你摸着，我们的心都被你摸着，然后我的生命开始会改变，然后我们的生命就重新来得到改变。我们成为一个疼的种子，我们要成为一个爱的种子，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种子，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种子。这个社会需要温暖，这个社会需要温暖。这个社会需要贴心，这个社会需要爱心。我就是那个种子，我们就是那个种子。安尼祈祷，这样祷告，靠主耶稣的名，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来，再一摆拍一个鼓啊！你是哪里人？拍一个鼓啊！